杨千嬅、王浩然和周柏豪这日就一起为剧集《多功能老婆》出席杀科研。千嬅和王浩然继新扎师妹之后再次合作，当然又会擦出不少火花啦。但是王浩然就大爆千嬅成日笑场。对啊，昨天说你坏话，我跟柏豪就是说，最多 NG 的就是你啊，因为不停的抄啊。你不要乱说，因为你不在，所以就。你不要乱说，我一秒钟都不浪费。对。今天拍那么多长戏，对，我根本不想浪费。其实挺累的吧？挺早回家最好，因为每天都，我们这个是有精力的剧，我们的剧组是挺有精力的，这次也是演戏当中的其中一个风浪最多的一个，但是最后我可以度过，我觉得自己有成长。另外提到在剧入面同男神周柏豪的吻戏，千嬅又有没有觉得好享受先？拖恋无限 touch 噶嘛，你明白一个人咧结婚咁耐，你都想去感受翻自己曾经嘅初恋。其实咧，波华姐呢套嘢好劲噶，系每一个已婚人士要睇嘅。点样将自己嘅婚姻保鲜啦，同埋有啲咩行差踏错啊、嗌交啊，其实打俾波华姐咧，佢可以教到你一啲。即刻卯鼠啊！佢可以帮你排解一啲家庭嘅纠纷嘅。